在深圳，究竟是谁会拥有豪爷这样的名号呢？成都来了就不想离开。吴主到这到底长得什么样？谈谈圆圆 ，Enjoy，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羊杂技师，关键啊！频频出现，能吃的团扇不常见，看到结尾能许愿。卡 ，OK。天池，我们现在在影棚拍摄，已经好久没有出去感受一下深圳这个城市了，不如我们去探访深圳的美食吧。好啊，太好了。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你知道吗？脚下的这片土地40多年前还是一片海，渔民们在这里采蚝、种蚝、以蚝为生。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沧海桑田，这片昔日的蚝田变成了国际化的社区。这样的生蚝特产地，究竟是谁会拥有豪爷这样的名号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先吃这个风干蚝。风干蚝，这个是风干蚝，你看到它的就是肉质有一些紧脱了。你的呢？我要用手抓的吃。用手抓，用手抓，味道不一样。美食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嗯，那我们研究这个美食，研究生蚝，就是为未知的人或者愿意寻找生活的人带来一些快乐。快乐。这个豪爷，你看我们来您这儿吃这么多好菜，这样，你看我中秋节了嘛，我们这个月饼送给你，你回去可以吃月饼，好吧？我这个海边长大，我专门研究蚝，我现在吃的都是蚝月饼。你不是美食达人吗？我教你做蚝做的月饼。好好，来。做一个月饼10几道原材料，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懒人。你是吗？我懒人，真敢懒人。我其实也有点懒。老陈皮啊，这个、老陈皮，十几年的老陈皮，一块堪比黄金价吧？对啊，你闻一下，哦，好香啊！这个就是蚝切成粒，蚝碎、对，这像是姜汁儿。对呀、海上生明月，我们要吃这个月饼，用蚝做的月饼，刚好是明月的月饼、祝福见到我们的人幸福快乐，团团圆圆，团团圆圆，对，都像我们一样，可以在这里过着开心的生活。味道是不是很特别？是的，多种果仁的香气，加上烟熏的风味，会柔和在一起。大海。恩赐给我们人间的美味，这个蚝是怎么吃呢？最高境界是让它慢慢往嘴巴滑，找到初恋的感觉。初恋的感觉。
让它慢慢滑下去，是吧？嗯，这不是第一次这样吃蚝。这是大海的味道。深圳是一个创新，无限创新的一个城市，也带给了你创新的灵感，对对吧？让我，不拘一格的去做我想做的东西。我是农村出生的一个孩子，兄弟姐妹多，当年真的吃不饱。近十几年来，那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变了，所以人们对食品的追求呢越来越高，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致。人生不一定长度要很长，但是这个宽度要够宽，就像大海一样，对对吗？蚝的美味还唇齿留香，接下来又要吃大餐了。深圳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接下来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大厨邀请我去吃一顿法餐。And the main course. Main course. Yes, which is a pigeon. Pigeon. I hope you like pigeon. Wow, amazing. The pigeon in the clouds, like the 77th floor. Just like us. Yes, exactly. Just like us. 让我们把这个鸽子的肉啊和这个蘑菇，还有蘸上一些它这个土豆泥的酱混合在一起，会有一种肉的脆脆的质感。然后鸽子呢就是很多汁，然后会区别于我们广东的烤乳鸽，就是它会更软然后更多汁一些。 If you don't mind,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me to the pastry section. Oh, what a surprise! It's very cold. See if it tastes like it's supposed My to. My teacher. Yeah. So enjoy. What's the taste change of customer in Shenzhen? The taste of customer change? Well, let me tell you. The first time I was in Shenzhen was around 10 years ago. And now, 10 years later, we are here again. Obviously, there's still Italian restaurants here, but different kind of Japanese cuisine as well. You know, you have robotayaki, yakitori, teppanyaki here next door as well. So the taste changed more internationally,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different food concepts in Shenzhen. And obviously, many, many different kind of different parts from China. You know, you have northern cuisine, Hunan cuisine. So I think that the cuisine, the taste of the people is much more wider than 10 years ago. Yeah. Yes. 俯瞰深圳，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天际线被不断刷新。从国贸大厦、帝王大厦、京畿100，再到平安中心，你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也许不了解的是，深圳人除了走在对外开放的潮头，也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一面，把原本属于街坊邻里的早茶搬进了这些高楼大厦里。我决定带 Rito 来这里体验一下。It's Cantonese. It's some morning tea. We have tea and some delicious food. Love it. Yeah, let's go. Where is it? Let's go. Yeah. Okay. Let's go. Let's go. Cheers! Some hagao. The salty. The hagao, salty, and the mushroom dumpling. Okay. Yeah, yeah. Two kind of dumpling. Yes.
is red rice roll. Oh, you can say, read up to me. Ya zong liang gai. Ya zong liang gai. Liang gai. Liang gai. Liang gai. Tan sai gai. Tai sai. Tan sai gai. Tan sai gai. Tan sai gai. She just said because we Chinese people, we have many friends, you know. Yes. So we sometimes we have some morning tea. We talk about our life, our family, and our enjoyable life with the delicious food. With the delicious food together. So it's a culture for Cantonese.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nice culture. Yeah. It's a very like, I agree you know, with take you. Take care of your friends culture. Yeah, I agree.和世界各地的美食，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正演绎着生机盎然的烟火故事。一提到鹅肝，大家想到的都是法餐里的大餐。但是呢，有一位来自我们深圳的大厨，他居然获得了法国大餐烹饪的金奖，据说啊是用单从茶叶烹饪的冰激凌口感的鹅肝，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哎，詹师傅啊！哎，你好，师傅。哎，您是在忙活着呢吧？对对对。嗯，这个鹅啊，特别的金黄，亮。这是因为卤水的关系是吗？对，调配我们的卤水，对，调配完了才能吃到它一个颜色。就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卤料包，那个至少要包那个。你建议我最开始先从哪个位置吃？ 我们可以从肉先吃，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先吃原味，如果说觉得味道不够了，我们再沾个卤水。那我先吃个原味。啊，对，先吃原味。我早就想尝这个。对，它鹅胗的口感会比较爽脆。鹅胗，我觉得得蘸点剁椒。对，或者卤汁。从刚开始的一个做卤鹅，然后再转入到我们的潮汕菜，可能会中间会有一些迭代跟一些变革。 现在追求还多，我要环境啊，我要享受，对，我要享受你们家的服务。深圳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嘛，所以给到咱们一些机会啊，或者是机遇，可以说是特别多，看你自己能不能抓得住。詹师傅，你说当年在华强北做过这个猪脚饭，不知道以前你是怎么样的工作环境，有时间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吗？好啊。 是啊，这边华强北一直都是一整天忙忙碌碌的，一直到早上都忙到晚上，这边都是这个场景。然后我们这边带你去吃一个我们一个家乡小吃龙江猪脚，好吧？走。啊，点个西点，叫它给独腿独立梦。每到一个猪脚店都会有这个东西。 都是胶原蛋白，现在每个猪脚店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卖的最好，卖的最快。哇，好软哦！刚开始踏入这一行的时候，应该到现在要有17、18年了。刚开始的话是做的是我们老家的龙江猪手。 当时的猪脚饭是特别的多家，但是在华强北的一个商圈里面就有十几家。当时的每一家的生意都是很火爆，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巅峰期吧。那个时候一天大概能做到400多斤的一个猪脚，从早上一个7点多到8点，一直忙到晚上12点才收档。就生活的节奏快嘛，所以大家都是要赶时间。第一个我要快，第二个我要好吃，第三个我要吃饱。 10年前，我的大女儿那时候才2岁，然后呢，我的大儿子才刚刚出生，然后我感觉是生活压力呢也会有点大，得不断的去努力改善我自己的小家庭。这些年，我感觉我的小家庭呢生活呢会越来越好了，深圳的城市发展的也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最起码现在大家吃饭了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我想我以后的小孩呢也会喜欢这个城市，啊，也会比我们现在过得更好。
刚来喽，我把它夹菜鱼做了。好，你爸爸做的这么多美食里，你最喜欢吃的是哪道菜？我最喜欢吃的是鹅掌。螃蟹呀、啊，那今天这个螃蟹你多吃一点好不好？每个都喜欢。你每个都喜欢，希望我们的日子都越过越 越好。人世间最美好的味道，莫过于家的味道。小小的餐桌汇集了一家人相聚的美好时光，在万家灯火处还有着无数这样温馨的餐桌故事。人们都向往诗和远方，却往往求而不得。在深圳这样一个繁忙的大城市里，能够找到一处安放诗意的地方却很不容易。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个特殊环境的老宅，我很是期待，让我们去试试吧。经常看到你在这网络上啊、哦嗯，最近介绍什么好吃的？有点泡沫是吗？确实，美食博主天天做好吃的、啊，但是今天这不，我不是上您这儿来吃您这儿的美食了吗？我给你盛几个好吃的，等会啊。好的好的，我刚才在外面其实都还是感觉有一些商业氛围的，一进来的瞬间就好像是另一个别有洞天的新天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是两栋房子构成的。是从那个江西迁移过来的徽派的建筑呢，它几个特点就是木雕、砖雕、石雕都很精彩、嗯、有书声、有枝声、有孩儿声才是人家，它就一下子就落到人间烟火里面去了。家呢除了诗书之外还有生活。这些传统建筑在现代化的城市里被活化了起来，也赋予了新的内涵，将传统人文精神变成了看得见、闻得着、吃得到的美味。中国人讲究应节而食，今天啊，我们就来品尝一场以秋天为主题的酿秋。我们活在深圳很幸福，全国各地的人都汇集到深圳，他们带来不同的文化，特别是饮食方面的文化，各种饮食都可以在这生存，大家都各显神通，一定要把家乡最好的菜式拿到深圳来，让深圳人能够领略到每个不同家乡的差别跟乡愁。今天秋天嘛，所以我们就叫酿秋。其实刚刚吃的东西，包括我们今天的摆盘、嗯、其实都是不食而食、嗯、然后应着时令而食。制作菜的厨师啊，他就是个艺术家，味觉设计师，就是把设计融到生活里边。不论你从哪里来，都能听到乡音，故乡和异乡很难分。深南路就像一条流水线，走过了青春又青春。你我相隔千万里，我们共会一颗心，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们在深圳，我们追求美好生活，要满足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就包括美食文化。美食文化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吃完所有的菜就像一个特别有逻辑的故事。深圳这个城市它就是东西文化的一个窗口，
而窗口就是用来交流跟共融的一个地方，尤其是餐饮文化在这一片土地里面产生出更多的火花碰撞，甚至是有更多的创意。这今天的主角是来了，酿秋。我特别喜欢这个酿字，酿字它是让把一个东西啊勾兑、创造、融合，哎，最后酿生活。因为你讲这么高深的文化，哪有这么一顿饭对你文化感受的深？你讲那么多的悠久的历史，这个阳光照着这个中国这个花窗的帘子，这个环境下吃饭，你忽然就理解什么是中国。那你能不能给咱们来两句？来两句，欢迎。好吧，好，来。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这十多年来呢，在餐饮的变化来说呢，更加丰富多元，人们在美食方面也越来越崇尚回归自然和健康，深深地感受到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美食传递了一种生活态度，也酝酿了一座城市的味道。品尝美食，品味人生，这就是当下的一种幸福。我每天上班都会带便当，常常是外婆帮我准备的湖南家乡菜，有时候呢也是我自己去准备，做好便当就坐地铁上班。作为从小在深圳长大并且毕业后到高科技公司工作的一员，我亲身感受到深圳这20年来的飞速发展。深圳本来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城市，在美食上呢也是如此，想吃哪种风味的菜式都可以吃到，就像是那种国际美食汇聚。这里啊，就是有传奇街道办之称的粤海街道，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和900多家高新企业。那我们的好朋友黑子呢，就是在这里上班，他邀请我们上去坐坐，赶紧去看看吧。Hello，黑子。好久不见，你们公司好大呀！是吧？这你第一次来吗？我很少来科技公司。带你去看一下我们那个产品啊，就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哇，这么大，好有科技感啊！你们公司，哎，这是什么？这个我经常看，我拍短视频经常看到。这我知道吧？是那个。就那个服务机器人嘛，就是你去酒店里面它就可以。哎，其实它现在。我吃饭的时候它还能上菜。你平时会健身吗？会呀，我做饭。可以，给你看一下，双臂打开，抬腿，身体向侧转。这个真的太消耗能量了。那你吃饭吧，要不？好呀，生活者黑子爷，走吧。今天是我和同事们的午餐便当日，大家会带着自己的手艺一起分享，这会让我们很放松。好好犒劳自己，才能更好的完成工作。你看，有虾仁、青豆、玉米，荤素搭配。不管是工作是不是很忙，压力很大的话，都让自己每一餐吃好。是吗？学归国人其实特别多，而且也比较普遍。就我们部门的话，我们有6个人，然后其中4个人都是留学回来的。深圳是一个高科技发展很快的城市，在创业公司工作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也会享受生活，会用年轻人的方式去化解这个压力。上班认真工作，下班享受生活。黑子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我们要一起去海边吹吹海风，走吧。
师傅小烧烤。我在家的时候烤一些年糕呀，或者小烤肉，就一个泥炉小炉子。下次可以来我家吃烧烤。学到学到。好，接下来让我们把幸福的火把传递。红红火火，幸福圆满。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酸。深圳的一餐一饭里有年轻人的梦想，有东西文化的交融，有文化传统的坚守，也有头脑鲜活的创新。深圳在不断的开拓成长，也永远在发展变化。开拓和成长就像这座城市的主旋律，这种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感觉令人着迷。